万万年，有无？有无？好钱甲咱赚，好钱咱家家行顺带带买田甲买地，有无？有无？好钱甲你。来一拜，来杯钱甲请落。那比较受欢迎的东西大概就是它其实会分两类，就是房子类的话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有花园的或者是有游泳池的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家里可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，那就希望他走了以后至少可以过一个以前过不到的生活。那单品的话可能最受欢迎都是比如说衣服啦，衣服一定是最多人订的，因为大家都要穿嘛。然后还有相机手机这一类3C 用品是最多人会订的东西。其实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于环保问题，希望说烧的东西是不要那么大的体积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公司上来讲是有一些改变，就是希望做小量精致化，它符合时代的需求，它尽量用环保材质的作品。